咖啡一个咖啡单打给你去七七彩湖南的给你去白油耶，一个一个去说台湾呀，莫斯科鲁萨说过的阿不不能过的白油尼亚，拉布什马拉西亚一个一个去顶起给你，给你第六十几呢，来给过了他莫能咖啡七彩湖南是，阿伊去给你，也开路马斯索尔给去白白给你是，拉开个马库金尔给你。Ayah kita sekarang terakhir mahu kantil tay kini, Shanghai Chow kini, lapar di mana kita warawa deh kaya lekar, kaya cincai hu kini Liu Shunshan ya, lapar meningkula ah, tay ni ya, lupa tak peran kaya kita rusang kat sini kaya tiunan al kaya paru kaya kasi mulu bukini, kaya suah kaya kini kula sakat sekali, lapar kaya kula tak tukumian tay kula, tarang utuh batu bay kini si.来路过该去巴达巴达西，西阿娃娃过呢，佮说单单呢，佮达兰佮萨里兰，佮过呢拉萨佮瓦兰，能啊，该去摩尔格格该去拉特山，达佮阿姆斯里。Mata terbuku ini tak terburu-buru mesin. Rasa pun kong tak kita mudah. Aku ingin nauri batuluan kaya kita kerana kaya kama tua-tua. Sanya yang kaya kita ludo kini kita itu sesak kaduang kini. Kaya lungkayan kaya kita kerana kini. Ya kaya kura laut tu baik kura makasi kau dapat apa. Si lanai patah si kaya kura tahu kadula. Mau saya si kini lah di usah kaya tu baik kini. Nakar dudul kura pukul ini si kini laut tu baik kini. Lakasul tiba terlibat kura gimati kiusa.桂林那个多来咖啡新一乡，桂林双龙地里潭南，先说任何是桂林带都是不丢了这个。那个儿子得了膝盖骨的当开，桂林去担当木头白关系。那桂林那个他说是那关系个他卡翁，一个骨的他都骨都骨都，盖里骨的骨的老安。桂林拉萨他路骨的去摸罗罗尼样是半年年。哎，我来个去说担当桂林，我说他的人桂林，那把地嘛该去说不弄年骨的，他一个人突然木骨的力气是骨的没点的难。来给一个姑娘，来看嘛，你过来，你求个样，我打起娃娃啊。古些说啦，你过来，路上开呀，那叫路过呢。路卡拉克自然呢，过呢，过呢，俺们打棒了，过来我们说个摩尔格了。把个过来，你看对了，该去七彩湖了，当然，哎呀，是个2004年，该去7月3日。我来给民都里过来发的贵呢，多的些说台湾是给过来72岁在里啊，那个贵呢，那个到过来达克人是，那个一到六贵呢，那个过来去生意路干，给说行政院那把别过来去给拨点的啊，那把给过来干路干，给说不弄，我过来给他租中南里的是，那个给这个里呢贵呢，大帮过来帮帮了贵呢，那个过来买热给给他定件是，那个过来他不点定个单过来给他定件。大概说行政院该给农业委员会来给个大帮一面管理是，那帮该那个当过来给个独白管理给大路，是给管理该说山顶个管理，那这个管理给大家这个等安尼呀，哎，给管理大路管理，是个2008年，我来给个新乐客过来给办理管理是，那给都李新管。拉个伊过来提拨是，拉我来去改改过来，他个讲起定个，也个他说他多他妈是，该提拨拉个伊不然个阿个。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哈，那我们的桥已经常年就是没有在做了嘛哈。那我们机车连通常是在10月、11月水就是没有在梅雨季或台风季的时候，那水位很小的时候，那我们的山友呢就是一定要设这个水。但是有一个比较不好，就是说它只要一个晚上。或者是那个奥万达那边，有些它水坝放水的话，我们有一次经历就是回来的时候它就比较深。那通常都是一定要这样子过水。我来给格老达兰西，上老达了几年，拉鲁索州带过大家帮个山西买丢过了西，阿达文格马乌兰格特拉洪丁丢对白马斯克。你好，你10分钟5分钟那说啊？
sama kang ira gila nung kuin kuno tu bayar lah kayak kuda tayin nulia nu pakai kuda kasur dia tan kelak kuda gigi amuan. Kami Cisolena, 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哈，天主教比较多。好，那我们的分配工作很多，我们还有补给组的哈。那我们上面有一个火房组的，那我们前面有一个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工具组压队的，还有前锋哦，就是打前锋的。那重点是，我们还有一个祷告专门祷告的哦，那个也要带上来了哦。没有他的祝福的话，我们的路程就不会那么圆满哈。那希望这次就是我们都是自己哈。那最近的路哈都比较冷门哈，路况很差。那希望这些弟兄连的弟兄能够也是刚刚那个祈福祷告那个神可以让我们就是保有安全的心脏的。Nung kaya nung kuin kitang tak pula kadalanan siya isa kang telung kaya kita lalu kuin ya lakay pika kuwa nga po dia dingay kuin si laro matiki yuts kuin si kakuchinga si kuin ya kuin kadalanan ya lakay kaya kuda tau tulungan si lakay wa dulu anu madu kaya ki tingnan na lalu kuin ni kuda takitiaban si kuda ki tajuri nga Saka 1958年呢，该孙海来该古拉达蒙该说山林个是该古拉达保安大概去单打领导呢古拉，该去五千公顷古拉的加铁板，拉个该古拉阿巴拉毛该去在里是，来该古达苏达呢，多来古尼去达古拉嘞，把个拉卡在七彩湖呀，拉个68公里古拉尔能是，噶嘛尔能古拉达个达呢，古尼拉个说不弄古拉，代理嘛古拉代尔呢该古尼。Lang walai ikut kita wat sebut kura panian ya kesi. Alak mana ikut kura ngau tu batu bayan ya si. Unka kai kuin kura tinggal ini kuin kadar nan. Lah kuin tali viri lah ikut taruh gitu. Kuin tali mana lah katu kadar. Ki kuin ini tar kadar nan. Lah kalau kura mau rur kura lari nu kuin si. Kai lang ngau tu bayi lah ikut papa oringa. Lah aku nak kata si bersi unka kuin kila mati kiusan kadar nan.拉个东街街古拉个阳光里，阿来家古达个蒙个山西，拉古尼乌托拜拉个东西阿个古拉，多阿多阿古尼西街古达个个东兰，拉个古达个古安古尼个古安个乌托拜，西个古尼拉里巴顿阿古尼个提，阿古拉个达兰西，拉巴达个马扎马扎个古尼个巴达巴达西，拉个萨玛里。这个这边车子不会再进来了，因为真的好厉害，看到放在那边，看这个就的确没办法过啊。啊，那机车怎么过来？以后就都要自己走了。他没想到你们哇这么厉害，这么厉害，这机车怎么过来？他真的骑过来哦。对啊，就是刚刚自己徒手就挖一挖就过来了。没有，对，那胆子好大哎。这个怎么挖？以后要过一走才能进来。一定的啊，现在是公灾好雨季的时候，几乎路况就是这样子。那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都是不会上来的。好，那刚刚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游客，他们也是算是冒着一些危险了哈，就是要去攻这个六顺了。那现在的部分，其实现在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水况还好可以过，那路况一定是很差的。那像这个塌方的地方，我们通常就是以人工摩托车用拉，或者是就是说可以过就过这样子。一定会带那些锄头啦，什么那些工具，因为随时那个路不一定会，崩那个，像这样，不过，好 ，OK， 来。
呀。Sama kalau kau ngai kini kadaran lai kan, kuda muka dulu kuda angatu si lai dulu kuda utuh. Sang ibat tengah kini kima tiaw pun kini lah tapang kuda kiat dulu si sada kini si lah kuda waktu lau lagi kuda pada pada pakai kini kiu tu bayi kini lai kau kuda samai malah. 在骑的时候有没有？其实不是摩托车带我们，是我们的肚子飘上来，飘带着再流下去这样子。还是功能强大了。对，有认证啊，有认证的啦。不错不错不错，因为每个都有专业的领域啦。对对对，很好，太强了。只能说我们命不一样。对，真的，真的啦。对，来这边玩，你们是玩，你们是玩，我们来玩命哎。你们来玩命不好啊，要开。一个月给到了个人拉丁人过来给的么的嘛阿曼尼给你信上去。那帮阿拉过来小心阿妹那些拉卡曼尼过来给阿妈给给给他的说是那一帮也记得西吉给你拉开事给给恩格。Lagai kemana kita wau dulu kaki terapa siapa wakuin, lakaman terakawongu kaki wau hunting kaki utuh baik kita tiada pilih kuin si, latar mengan si wau kat saya kita tayangan degre, kaki kita takawongan degre, laki pada seng tay kita tak itu doa doa dan kita tanggri patang, anak tu mana si kaki kat saya siang kaki tiuna nale, lani kemana kita patengat tengah kita atau ki, rumri airing aku tak kiri rumah ini ya kaki kita tak kiri rumah ini kuari。被太重也是自己就是没有原则嘛，也不能怪别人嘛。那人家就说带给你多一公斤，给你多少钱啊？就想说，其实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大部分这个做背工几乎都是劳力换算，都是要为了赚钱嘛。那就现实生活就是说，我想要去赚这个钱，但是我的体力能够可以支付，我就去赚嘛。我也不怪他们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子去弄？哦，那去走的路段很多，很危险，根本就是下去就是看不到人了。感触很深，说压榨是我们自己人自己在欺负我自己啦，就变成说我自己在欺负我自己啦。明知道说这样子做对身体不好，就是我还是要去赚那个钱啦。哦，我不是去针对，是说。哎，那些人就哦，专门是，那是也我自己心甘情愿说我要去做这些东西，因为什么我要去赚，我要赚钱嘛，对不对？所以你说背工这个，有人说会去逼你要去这样做吗？没有，是你自己要去做，你也不能够去怪别人，对不对？是个2019年该喜欢该过得不了啦呢，该去丢那那路里该过得木了办，那道路我带书本该去走了些，搞得得了该跟你去单打领导，是该过得他慢慢呢该去啦玩个了，俺都蛮是该去带的该去走了些，该跟你搞。那我从事这个带队之后，登山这个也有大概11年那边了，那我之后我中间有停掉，那中间停掉的。那时候想法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好像年纪好像觉得，但也不大了。但是就是说自己的，因为从年轻再开始在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状况受伤了，哦，那包含腰、膝盖、脚踝，哦，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在这个中间过程之后，然后我就跟我老婆就去讨论说，哎，很不想再走这个，因为。现在300道也开放了嘛，那我又本身就是住这边，那我以前在带的时候，我很早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干嘛要去别的山呢、啊？我这边就有自己的山。我那时候的想法说，哎，这边如果有开放的话，那我就是装工就是这边。那从花莲上来也是要大概是5天6天，从我们这边如果路通的话，就2天1夜就直接下去了，除非是要一些就坐交通工具了哈。去年山林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部落族人的青年朋友哈，就开始就是在用摩托车在承载啊。
那沉在过程中就很多会受到我刚刚讲的哈，就是法律的一些问题了哈。那甚至有的已经，好，有的山友被罚了了哈。那很庆幸的，还好他去年就开放了哈。那去年就开放的时候，我们就又把那个东西又回归出来。那开放之后，那很多山友就是他很怕是去爬这个黑山。那听到一开放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就，那去年六月开放的时候，我们这边路不通，那我们都会说挪后，然后我们就从十月就开始自己像我们上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修路这样子哈。那没有经过一些有关什么一些申请一些补助了哈，那都是自己部落族人哈。啊，就是想说，第一个啦，可能也想说，想要不想跑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了哈。我们这边就有了很好的资源了。以前的工作都打那个都打零工，这个工作机会也让我们有机会又回来去山上啊。可能也是喜欢在山上吧。这样啊，是做奔江啊，然后这个登山是今年才接触的，对啊，会累了，就是累一下子而已。做那个奔江的话，一天2300啊，像那个做这个写作的话，有5000-6000，老婆怀第二胎之后怎么想要拼了，对。伊拉不过来给他吃个这个东西，该群起码丢过来，那群人去单打领导啦，该个他把不做做不完，几群呢？把该个过来给他阿爸念念干练，阿爸弟嘛该个当然该念的先些，阿爸当心你是该我对吧？因为这条路的那个磨损会比平路的那个磨损会比较大一点。有几次都是下雨，有几次都是滑了呀，那个土可能连续下雨的时候会滑哈，我们都会有时候可能有时候时间要赶的时候要起快一点的时候就会可能就不小心就滑了啊，还有是没有给游客说，伤到一些什么的啦。载人会紧张吗？载人的时候走那样的路，载人会不会紧张？当然，难免会啦。那个一定会有，因为载一个人就变成是有一个负担啦。像那个路如果真的不好，我们会说，以考量他们的安全，我们就会让他们。那个走路啊，其实像我们大部分呢、协作了，回去都不敢跟自己的家人还是自己的身边人讲说，就说。这一趟走过的路段是怎么样？因为一讲了，我怕他们其实不太想让我们去做这个工作，上很多了，很心酸呢、啊。过了啦，就过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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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红盖过了第六七个小时，过了格达人下了达入过那个2980公尺高的七彩湖，拉过那个拉格们那个中央山脉过了那个马德干过了白悠悠尼亚，拉过那个带干的拉个高的南头个格林谷，过了马德生那些，把格了该山上呢，个拉马年个计算不弄带过了大罗路半林，拉大半个过了我来过了几日过了马德干西格了些，该说台湾过了也该过那个伊米亚过那个大高山的呢，哎个。Mapa pangale, Tadisan cake tino nale, Yakako taker than she, now pangra the gun look like tongue data than Yakutak Tilunga. Tula is Yen Zoom in the Sun D. Tula is Bao Yu so Jue Dui Bishi, or the Tongong Kaiwa. Eho, just eat Zan Sita. We are girl quang girl, the Zong Yang Ye, Buwe girl quang girl, Eho, just Chin Chin Tutu, just Han Huang Bian, Tongs Wang Lu Sam Jokoi.该行政院长的苏贞昌是个2019年也拉木勒本啊，该说的格罗蒂诺呢，是拉布迪亚的一部了，古达木勒本古拉巴扎斯，是巴卡罗克该伊玛巴巴了古拉里卡，沙布罗诺古拉里卡西基宁，泰里曼古拉里卡潘伊面古达木勒本该伊蒂诺呢，拉里巴因该伊玛巴巴了该伊个是，该会说南投县该伊西会呀，拉该古达流浪古拉基西乌拜，如果比比利里该新乡古尼双龙古拉多多，是该伊七彩古拉达罗。因为来保留的关系，根本过来当大大大的那个过来办法。因为基于就是行政院的山林开放嘛，那所以其实山友呢，他做好他们自己的安全措施，那也了解自己的能力，那基本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管制他们，只是说丹纳林道的状况不是这么的好，所以。在我们的那个二分所的住宅所那边会有设置闸门，那基本上我们就是管车不管人，那边也有放置监视器就对了，那基本上原住民的部分齁，他们基于他们的传统的惯俗要进去，我们这边是都不会有任何的限制。箱型车的部分应该是只有在就是他们有办理所谓的进山活动，或者是这个要进，就是他们也是有要寻根，或者是这个之类的，我们才会，他们也会来跟我们申请，那我们也就是会经过我们同意之后，这个资料也都会给那个二分所那边。所以箱型车需要去申请同意，那机车是可以？机车就是原住民的，就都可以进去。在我们。族人的观念里面哦，那是我们的祖基地嘛，就是传统礼仪。现在我们也在筹划，在规划我们的传统礼仪的范围嘛哈。那当然，这个部分哦，我们既然是我们自己的传统礼仪，我们当然是说在开放上啊，能够有所限制啊，不是说想要走就走哈，因为毕竟这是我们的家嘛哦，所以我想说，不要说让游客太多的进来，或者是。毫无规定的就进来，因为我们在里面还有一些古迹了哈，我们的祖基地哈，还有一些我们几代要修建或是复建的一些我们老人家的以前居住的地方了。Patu perkara kita rusak kerana elok itu nana aku tak mula bandingnya. Kau itu tanda rindu ya. Lagi yang kita kadang-kadang kita diusang, kau kadang-kadang kau mau mas.
埃国大的在巴德斯盖60公里，古拉布伦啊那个拉个2500米，古拉布伦啊，西吉奎呢，古拉毛么斯古拉的毛的古拉个，该个王爷没西杀不光奎，拉吉奎呢，拉帮伊拉的个能该去当个去地丢上，古拉毛的古拉个是该去拉奥托拜奎呢西，拉里奥的布啊，该去毛的古拉古拉的个阿姆斯林，该去尼玛卡瓦那的奎呢，莫卡在六顺上奎呢去拉奥托奎呢，来瑞伦奎的去七彩湖古拉萨的啦。我们每趟上来都是会带自己的工具上来了哈，那就你们所见的嘛，我们修路就是已经很熟练了哈。对这一趟哪边该摊的，好、哦、大概就知道是哪几段，好、哦、那就让就是大家就是有默契有配合哦，就大概就知道路段要怎么修，那怎么让车摩托车安全的经过，那当在过程当中，那我们一次必就会把我们载的人啦、啊，就是会把他就是用安全的步行这样，那我们摩托车再想办法再把它弄过去这样子。那我们目前就是我们单道这边有一个窗口哈、哦，我们在就是说我们安排那个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的行程，那我们是有我们有那个9人座的哈、哦、车子哈、哦。车子安排上去看多少人，我们就安排几部车子上去。那我目前我们的司机也全部都是职业驾驶，全部是在外面以前他们都已经退休了哦，回来他们愿意参与这样的工作服饰哈。以前的祖先比较没有钱哦。哎，巴萨鲁盖盖基达拉卡沃盖基这个贵呢，盖达姆勒班盖基蒂纳纳嘞，盖巴迪马古达奥恩。Padi maling kuda amat. Sana suta to teman kuine. Kai kacari siang kuda taraka wang kuine. Lai kaman kuda mata dong kuda paribu. 如果说很直接性的话，它是没有帮助到我们原住民了。当一个比较实际，因为现在的开放山林以后，很多都是个人在爬，独攀的。自主团比较多。对，他也可以不用请你当高山向导，他也可以不请你当协助啊。那顶我们比较辛苦，因为会常接到就是一个团队然后只请一位，就请一位当协作员，那个协作员可能又要当向导又要当背负的协作员，可是这样会很辛苦，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虽然它开放但是多少有帮助，但是问题来了，对啊，因为都是自主团啊比较多，所以你说会有直接性的那种利益吗？没有，对啊，那对我们来讲反而增加一些负担，因为我们要去救援救难啊，对啊，救难的工作会更多。卡维达鲁盖基孙海乌努也跟古达基多里先西刚德鲁奎，拉盖当当盖卡达拉奈拉基卡古拉里卡普迪亚丁阿丹，埃吉尔德姆德姆盖基达鲁奎奈卡多古拉也盖古尼西，该说行政院是个2004年呀，拉盖普迪亚丁阿拉呀古尼西，基古尼莱里盖耶尼古达基里莫努，邦伊巴特盖基西干西波拉奎，多卡里丹盖罗莫马斯。桥的部分我们还在评估，那其实我们知道县政府有。原民局那边其实他有规划，只是他还需要再去争取经费。对，那其实我们也乐观其成啊。我们的县长也提过说，他如果中央单位没有做这个重建的动作的话，或者是经费拿不到的话，也许我们县府会编自己的预算哈，能够把这个桥来修复。这条线如果来开放 OK， 但是过度开放也不行。那像我们这次上来，它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再带了。为什么？现在就是一个梅雨季、台风季。那这一段其实5月到10月、11月就是我们是不再带队的，就是让它进山嘛，就是安静的进嘛，就是让它就是休息嘛。那等到我们开始再带的时候，我们也是11月到差不多隔年的4月，哦，在冬天，有的地方没办法爬，就是雪季或者是有的崩山嘛。那3000海拔雪季这边就比较不会，大家都会往想要爬这边，所以变成一个优势在这边。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它该进的时候，其实它很自然就安静了。